乳乳起来了，都泡了半个小时了。上次有人说我每次开场不是躺床上就是躺在沙发上，还说会躺胖的。所以今天你想泡在浴缸开场呀？这样开场很特别吧？赶快起来跟大家拜年啦！一月一号不是拜过年了吗？上次是新年，这次是农历年，有红包。我要红包。那要看你拜年的表现了。好哦，我赶快起来拜年。如如在这里跟大家拜年，祝大家扭转乾坤行大运，虎啸祥瑞，如虎生翼，虎虎生风，猛虎出山，生龙活虎，虎气冲天，龙腾虎跃，虎年大吉，虎运连年，虎年如意，虎力赚大钱，虎力万事如意，虎力健康吃百里，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。感谢订阅支持我的朋友 Siri 姐姐，这么多的吉祥话够不够？乳乳表演一段舞狮吧。好哦，我来一段舞狮，我的第一次献丑了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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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乳乳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希瑞姐姐红包拿来吧。乳乳你今天开场很特别，像一只砂锅鱼头。人家精心设计的耶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年年有余。